今天的话，一位网友啊，一台 iPhone 十四全新未激活的，给咱们回收一下。现在看看这个机能值多少钱？走。Hello。看一下来。送老婆的我啊，我本来是想送我老婆，但是他就不办苹果。哪个买的？是京东官方四金店。京东百亿补贴是吧？多少钱买的？也不到五千吧。多少钱买的？能不能透露一下？4900多，那你还要亏钱哦？这个我最高只能收4000吧，O 不 OK？OK 了 ，OK 了，那怎么办？啊，不用啊。你这个没拆封，你不能退货啊。嗯、没拆封没激活可以退货呀。都麻烦退了。来看这个来。拆封前请录制完整开箱视频，外观问题请不要激活，激活后自理啊。拆封后不支持退货，你这没拆封你该退货呀，怎么就不能退货了？他为啥不给你退？都不想退啊，太啰嗦了。有钱退货麻烦，直接就是卖给我是吧？OK OK， 14128紫色国行全新，京东4000多少钱买的？4980。4998买的，现在给咱回收，4800给咱回收的。你这的话其实可以退货的，为什么不退货？你也不用亏钱。太啰嗦。你是就是说嫌退货麻烦是吧？有钱哥。